款呢是算是细针还棉料？细针？这哪？这针织的吗？不是哎，这弹性的。哦，弹性的，你看这种有点磨毛，对，磨毛外磨毛的料子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搭那个喇叭裤也很好看，可以裤类，然后皮短裙、皮长裤。哎、欸，搭皮短裙也蛮好看的，超好搭，对啊，就我皮短裙就很好配。跟你们说一下它的这款，这可以穿到 L 哦，它的这个下面地方是这样做松紧的，所以它刚好可以落在你的腰围，就是你不用扎进去，无论是裙子，然后是裤牛仔裤类，通通都可以。然后肩膀的地方啊，它很特别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肩型的人都可以穿，对，因为它是完全扣自己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打开的话呢，是可以调到你要的紧度。是可以打开到很大，超大的。我现在想到你那时候来做这个怎么穿呢、啊？对，到这样子，所以你们收到一定会这样子哈，但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它是本身就是让你自己去做调节的，就把它拉紧，它就会有自然皱褶的感觉。然后绑个蝴蝶结，就绑到你觉得 OK 有没有？它就不会掉下来，然后再把它随性打一下这样子。这样就很好看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还有点空间，但又不会往下掉。这边做点荷叶的造型，手袖的地方也是做缩口的，没错。这边的宽度，它的垂感度都很好，也是磨毛系列的。它、啊、荷叶是一整圈的啦，到后面都一整圈。好，来换色。这个是卡色的。卡色哦，身上这个是卡色哦，编号16，编号16。换另外一个黑。对，道理啊。没错，而且重点，这件你要正常穿的话，就会像这样。好，拉个斜肩我觉得可以。好，来，上衣编号16哈，编号16两。